决书，判决如下：案犯玉无暇，李通外国，汉奸罪名成立。经报上峰批准，将案犯玉无暇判处死刑。再遭陷害！再遭陷害！释放玉无暇！民族危亡的时刻，我的生死已经无足轻重了。看到有这么多兄弟姐妹来送我最后一程，我玉无暇今生死而无憾。不要再为我难过，不要做无谓的牺牲。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要为国家的存亡而斗争。邓琴，我曾与你发誓，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求厮守终生。而今，我就要随你而去了。时间到，行刑。不要回来。谢谢。
是你吗？大嫂，我是东康。你还认得我吗？东康，怎么会是你啊？大嫂，是我。你回来了。我没有做梦，是东康回来了。东康，我没有做梦。大姐，真的是东康回来了，是他救了你，救了我们大家。可是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你不是应该在法国吗？对不起，大嫂，我没有完成国外的学业，也没有跟你商量，便私自回国报考了军校。因为我觉得为国效力是每个男儿应尽的责任，大嫂，你不要怪我。不怪你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冬青，你看到了，我没有让你失望，东康也没有让你失望，他是我们霍家的骄傲。大姐，芷兰，哭什么？今天是我们家人团聚的日子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芷兰，你怎么了？红玉，红玉，芷儿乖啊，芷儿不哭哦。妈妈在这里，爸爸也在这里啊。万红，一会儿就有人来接咱们去教堂。你看我漂不漂亮？我们以后啊不会再分开了，乖啊。红玉，红玉，真儿，你也乖啊。真儿不哭，妈妈在呢。你们是来接我和万红去教堂的吧？红玉，我是你大姐，你还认得我吗？红玉，你们不要这个样子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们只准笑不准哭啊。红玉，万红死了，你醒醒啊，醒醒啊。不，万红她没死，我不会让她死的。红玉，不会死的。红玉，不会。红玉，我们带着真儿一块去教堂，起来，万红。万红，听话，我们一起去教堂。万红，你别睡了，真儿还等着我们呢。九泉之下。